动完你急啥？准备调你到市疾病去担任护士长。好。嗯，你当护士长了就不能到手术室了。小护姐，祝贺你啊！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纪念品。嗯，谢谢。小护姐，你看，这是上次咱们一块玩的时候拍的照片。你看，小护姐，你看，小护姐，你看这张，这张是我从橱窗里摘下来的。谢谢。小护姐，你看这张，这张是你上次抢险时候拍的。谢谢。小护姐，这个呀，是我们所有人对你的印象。我的字写的不好看，你可别介意啊，小护姐。没事没事。护士长，来看看，这是啊，咱们上次逛街你特喜欢那项链，做个纪念呗。小傅，哎，小傅啊，我们的小护士就要当护士长了，翅膀硬了就要飞了，相处这么多年呀，真有点舍不得你呢。那，给你。什么呀？你留下做个纪念啊。喜欢吗？大概有十年了吧。你那时候还刚上班，特爱臭美，就晚上值夜班啊，还涂指甲油，被我当场抓到，扣了你的奖金，还没收了你的指甲钳和指甲油。错，哎呀，真是升职是喜事儿，弄得悲悲戚戚的，真是，又不是不见面了，不是前后楼吗？是，想我们就回来，嗯，听见没有？舍不得你们，别哭了，小护姐，其实啊，咱们还是可以一块儿出去旅游，一块儿聚餐，一起去吃小龙虾的。是呀，对呀，这说的才对呢，别这样了啊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好了，你忙你们的，那我们走吧，嗯，走吧。辛苦了，小宝了。嗯嗯嗯。呵，别这样啊！你弄得我真的很难受，听见没？我也舍不得你。到新的工作岗位啊，好好的干啊，听话。哪把钥匙真当这儿自己家呢？不说好的吗？来之前先打个电话。本来就是我自己家，我在家有股份，家就是我的。我来看看家具。看吧。你坐床吧，我坐沙发。你还生我气啊？怎样？你看，你这人吧，没眼力。这个全院上下，你说哪个人不给我三分薄面？人家都不提，就你，拿哪壶不提提哪壶？你说你那不找我说你？当全人傻子呢？
所有人都议论的不行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你那点事儿，我好心好意告诉你，省得你戴绿帽子，好心当驴肝肺，以后绝对不多半句嘴。好，这事儿不提了啊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先放下，我放下。这个啊，哎，你要到十七楼去当护士长啊？升官去。啊，跟你道个别吧。好。我送你三个字。那三个字？全世界都知道的三个字，你心里想呢？我爱你啊。不算了吧。你看，我这随便下一个钩子，这个把你这个堆积陈年的这肺腑之言给掏出来。我你讲不讲道理啊？你不像你现在问问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，人家想是不是这三个字？三个字能是哪三个字？旁的字我也想不起来。三个字，正经的三个字。别走了。差太远了。你看，这个十七楼有什么好的？对吧？那个死气沉沉的，你从咱们科走了，咱们科多没意思啊！我好不容易苦熬了十年，熬到这一天，你让我不走就不走啊？你多大面啊！去，别给我捣乱！你看，我认真的给你分析一下啊，这个十七楼，对吧？这个一帮老头老太太，你去那儿，你是找死吗？你看咱们科，年轻力壮，又能贫又能闹，还能吃小龙虾，你就是缺钱呗。你这样。你现在跟那个护士长差多少钱？我不给你，我拿我加班费不给你。你好意思不给我？我也好意思要呢。再说你加班费能有多少钱？你能补一辈子？这样吧，你如果能在咱们科留下来，我保证啊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的请你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上次吃小龙虾生病那个地方，是我带你去吃那个地方吗？对呀。上次你妈在，我没好意思问。后来 VIP 又说她没吃我就猜着了。哎，我不懂你干嘛赖人 VIP 呢？废话 ，VIP 一年跟我妈见不过两三次，我妈能拿她怎么样？我要告诉我妈是你这么败坏我，你别说护士长，你他妈连个护士你都当不了，我妈不整死你？算你仗义，没白疼你十年啊，替我扛子弹关键的时候。幸好是你肾坏了，其他课里任何一个人换座，我会愧疚的不得了的。全科的人都是我带去的，老天有眼啊！愧疚甚？那吃的时候都是自己爱吃，你吃坏了活该。你看我对你这番情谊，对吧？能换你个长住久安了。你是真心留我吗？我靠，此情可问天。是这样，真的，你在科里顶我半个导师，你走了我就慌了。真的，立个字据吧。你这破事立啥字据，上不了台面。这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？不走好吧？考虑考虑吧。好，定了啊。我走了。下次来之前记得给我打电话。主任，我不太想去实习病区当护士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说说，想到哪个病区当护士长？我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不想调走，离开我们省外。你看，这个呀，每个护士啊，都把当护士长作为一生的终极目标啊，你怎么不想想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后来想想看，我其实这个人挺毛躁的，就那么年轻就当护士长，我怕我也没管过人，到时候我年轻不负重，万一给领导捅娄子，就麻烦大了。而且我主要是我跟宝珍啊，跟春燕啊，我跟他们都熟了，就是挺有感情的，突然让我走，我有点不适应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你是啊，对这个科室有一定的感情，割舍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能告诉我割舍不了谁啊？我谁都割舍不了，我尤其割舍不了您。哎，别瞎说啊！哎，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别犯傻。你看咱们这儿啊，现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吧？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。那这样。 各位教授好，我叫云莹莹。啊，云莹同学啊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要报我们神经外科？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？我是今天在这里唯一一个女性，这就是我的与众不同。那除了性别，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？我修过经济学的双学位。 是学校辩论赛的一辩，是学校女子排球队的队长，我还拿过女子铁人三项的亚军，我还参加过超女选拔赛。你得第几名啊？决赛之前我退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啊？参加西部支教的志愿团队，去西部教书。 你在那儿教了多久啊？本来只是假期活动，但是我决定多教了一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那里的孩子需要我，我也喜欢那儿。嗯，很好。还真是的，我说你为什么比别人多学了一年？真是与众不同。严先生，我想跟你说，在我们科室啊，是很难看到女医生的。 您收了我以后，就能看到女医生了。云英同学啊，我们科室出了名的苦啊，女生要当男生用，男生要当牲口用。你吃得消吗？您直接拿我当牲口使。<笑>好好，你先下去吧。谢谢教授。 哎，怎么选了半天就没人选刚才那个女生呢？我觉得那个叫云莹莹的很不错呀，思想过硬，人长得漂亮，说起话来干干脆脆的。主任，咱这又不是选美，找您干活的啊。老观念了吧？我觉得我们科室啊，偶尔进来一个女生。 啊，调节一下气氛很好啊，这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啊，再说以后咱们科参加院里的文艺晚会不会是青一色的光头了。哎，我看这光头不错，我收了，你们不要跟我抢了。您可真是好眼光，啊。这几年山东送来的考生啊，素质都普遍很高啊。哎，高大壮也不错呀，我收了。哎呀，这个于莹莹啊，我很看好啊。 你们谁选啊？啊，谁收谁收。你，嗯，来，小霍，你把他收了。王叔，我有杜风声了。哎呀，有杜风声在，把他收下吗？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看这个，容易出事儿，你们就都不要。主任，给你打声招呼啊。收，我是收了，但我未必能把他留到您儿子长大那天啊。 这个小子孙，哎，我都抱孙子了，你让我儿子离婚呐？哎，你们俩可以先谈起来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啊。
哎，医生，麻烦问一下，厕所在哪儿啊？哎，那个绿色的就是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哎，医生，哎，请问做 CT 去哪儿做啊 ？CT 啊？啊？哎，护士小姐，麻烦你问一下 ，CT 在哪里做？前面走到头右转。前面右转。啊，谢谢啊，没事。啊，医生，哎，帮我看一下，这叫什么门诊呢？这个是哪个科的呀？神经内科。神内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再问一下别人吧。啊，麻烦麻烦啊。你好，我是霍思淼教授的学生，请问我要去手术间怎么走？霍思淼的学生没收到通知啊，你等他来吧，他会带你进去的。您呢？郑大夫。陈亮，这是我们的新组员，霍教授的新学生，带他去你更衣室。我们一会儿楼上见。有进步，开始上道了啊！我最后一次听这句话是3年以前，郑海平说的。啊？我这都不算什么，我觉着王教授的那个段子才有意思呢。当时有病患找他去寒暄啊，又说这又说那，说了好久，人家就是愣认不出来他是谁。后来拿片子给他一看啊，他一看那瘤子，哦，你不就是那个朱院长的亲戚朱小刚吗？你看人这绝活多厉害，只认瘤子不认人。小郑，你让开。怎么样了？收官了。你让开。挂手。收吗？
受。我下午门诊，你吃完饭一点到门诊找我。哦，门诊部在哪？王教授。哎，王教授。王教授。哎，霍思淼呢？霍思淼。来来来，王教授的饭我来。哎。来，老爷子来，什么事儿给您气成这样？真把我给气死了，这小子。怎么了？你就叫他过来，我再骂他。开刀的这么多年了，手感一点都没有啊！三成五的瘤子有没有挖完？他心里没数。你看看，您千万别着急啊，您后面还有台手术呢。这样，等您下了手术，我把他叫过来，时间刚好对上，你好好说说他，好不好？快吃饭吧。太不像话了！哎，叫德军过来啊！是是是，来来来，林英，你跟老霍说，让他傍晚之前千万别过来，等我信息。这边吧，是急了，发火呢。你还缺点什么吗？嗯，没啥事，很好很好。不像话。关键是开了那么多的刀。是是是。看到吧，这儿很小，是垂体瘤啊，不过不大。垂体瘤是什么瘤呀？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呀？不用紧张，良性的啊，很多人都有。哦，你看吧。到底是大医院哎，医生水平就是不一样。我上次过来问一次，他就怀疑我是垂体瘤。你就是不听。就是啊，你看发个烧啊，从头查到脚，肝功能也做了，胃镜也做了，还肠镜了。你说人受罪不说，到最后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们最初看的内科、什么五官科呀、风湿科都看过，钱啊花的不知道有多少。开始还说我们是感冒。最后啊，才查出来是这个毛病。哎呀，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。早知道就来你们医院了。这个有句俗话说啊，这叫倒霉的医生看病头，啊，幸运的医生看病尾。我是那个幸运的医生，是吧？你们这所有的科都查过了，到我这儿想看不准都难。那医生，那现在病因已经查出来了，是开刀呢，还是吃药，还是怎么个治法呢？还发烧吗？不烧了。不烧了哈，就这样。这个瘤子呀不大，很小，而且是良性的。照我看呢，你发烧的原因跟这个瘤子没多大关系，是因为感冒引起的。现在既然也不发烧了啊，我建议这个手术不要做。不做啊，医生，你这个瘤子长在脑子里，这个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是这样啊，老人岁数大了，但瘤子很小，开一个刀是有损伤的。你看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，没有什么症状，对吧？如果开一刀开坏了反而麻烦，我建议这个手术不用做，我们再等一等好吗？医生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来一次好不容易的，我们家住在崇明呢，每次来都要花200块钱买黄牛票呢，现在来都来了，这个刀肯定要开吧。你200块挂了我一个号啊？对啊。你被骗了？不可能，我是部主任，你要说主任的号等半年我还信，以后别上这种当了。医生，你知道吧？人家都说你们医院一票难求，挂专家门诊，不开后门根本是挂不到的。老太太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他们那是吓唬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，在我们医院，我这种人啊，大把的抓。一个星期我出3次门诊，就在星期三我叫专家。星期四、星期五的时候，我都是普通号啊。您就踏踏实实的回去，现在身体很好，对吧？也没什么症状，是吧？啊，不用担心。这样，如果您有什么不适，让您的孙女，让您孙女，星期四、星期五来挂我的普通号，好吧？谢谢。好嘞，来，片子收了。药我还是给你开的啊。谢谢您，慢慢走啊，谢谢，谢谢。
24号。哎呦，我没让。行了，你可以放心了，确定没有肿瘤啊？你应该再去看看颈椎和三叉神经。啊，医生啊，你好好给我看看清楚啊，别看漏了。没有啊，我看得很仔细，肯定没有肿瘤。那你写下，没长肿瘤。等下我去查，查完了以后，我们再说。未见肿瘤，没长就是没长，什么未见呢？你说我该怎么写？什么医生啊，搞来搞去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。是你过来让我查的对吧？那前面的大夫跟你说你有可能是颈椎病，你不信，你非觉得自己脑子里长了瘤子，你过来让我给你查，我能说我不给你查？我颈椎治了还是疼啊，是你们颈椎医生让我来查脑瘤的。那现在查着也好啊，查完了证明自己没有脑瘤，不活得更踏实吗？搞嘞，搞什么搞名堂哦，我 CT 也做了，核磁共振也做了，钱用了一大把，路走了这么多，脑子里空白，什么东西都也没有，什么医生啊，什么也没查出来。行行行，您先上去了，查出来什么都没有是好事儿啊，您该高兴。哎，气死我了。医生半天了，医生多少号了？多少号了？28号，哪个？28号，来没来？我几号？对了，胡老师，中午的时候郑医生还让我跟您说呢，说让您下了门诊，先别去开会了。王救生正因为那手术的事生您气呢，郑医生说他给您发了信息，您再去。嗯，王救生还生我气，这事儿我冤死。哎呀，去也去不了啊，这么多号。喵喵哎！哎呀，十三姨呀、啊！哎。是你吗？哎，嘿嘿，你又挂号了？对呀，嘿嘿。那你哪儿不好啊？哎，我没有哪里不好哎。那我是来给你送好吃的。你挂这号就为送这吃的？哎。哎呦，十三姨呀、啊，我真得说你，我知道，就算你不在乎钱，别的病人也在乎时间呀、啊。这个，给平平吧。哎呦。明明有的，我马上给他送过去。我真行。哎，十三姨，来，你走回来。我记得你是左边中风啊，你现在这走路的姿势怎么看起来像右边中风呢？我这病好了以后啊，我都忘记是哪边中风了。你装的？哎，对。这个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装也得装对了边儿，你知道吧？这要让平平看出来，他也不要你这吃的。切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你下回要是专门为送吃的来，就千万别再挂号了。你这个，我成什么了？你这……好的呀，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还是要会面的啊。那当然。我去了啊。好啊，拜拜。你来吧，猪油的。猪油的。体检报告来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！这么快出来了，怎么的？教授手术极其成功，
进京沈家速来手术室。你都正常了，对吗？听说顾美人查出癌症三期了。真的呀？真的呀。不会吧？我也是刚开始不相信，后来这不真的查出来了吗？这报告都出来了。那个32床的情况不太好，王老师你要注意一下。您找我？我什么时候找过你啊？小郑说您找我。没有没。你小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离京还差得远呢。手感知道吗？手感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是。今天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你可以闯大祸了。哎。这不是因为您经验丰富，我要像您似的有啊过万次的这个手术经历，不用看片子我就能做手术了。哼，你这个小胡孙，不看片子能开刀？你都开给我看看，我又不可是 X 光，真是，下次注意哦。哎，下午好，老板。哎呦。这个从护士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，没什么落差吧？有落差很大，但是如果某人把这个月的奖金给我，会好一些。好，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，顾美人查出甲状腺三期啊。三期。所以我说，你还是补个体检吧。又睡这儿了，啊？那个王老头啊，等退休回家肯定招的老婆烦。这男人年轻的时候只要事业心越重，到老了就越多事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我昨天做手术做到最后。上去给我补了两双，怎么了？又批评你了？我觉得他补多了，那个地儿离视神经太近了。放心吧，他都成仙了，没问题。我当然希望没问题了，但我现在所有不祥的预感，全他妈有可能是真的。你这是到了我前两年的份上了，有点疑神疑鬼。医生这职业啊，是年纪越大胆儿越小。哎，跟你说件不好的事儿。我也刚听说，顾美人这次体检的时候查出甲状腺癌了，巧克力淋巴里边3个都有了。体检千万别找我。你这不是讳疾忌医吗？早查早治了。这几年咱们医院真是风水不好啊，每次体检啊，都会查出几个癌症晚期来。那是风水不好啊，那根本就是咱俩命不好。你看咱们医院，药品器材全都跟国际接轨。您的工资跟国际接轨吗？我的工作时间跟国际接轨吗？我要有儿子，我这辈子都不让他当大夫。现在是我们给别人看病，谁晓得未来谁给我们看病？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，快了10年，慢了20年，中国就要出现医生荒。你说在国外，住院总医生，多牛啊！独立处方、独立手术，还可以带年轻的学生。可咱们这儿，住院总医生算什么呀？哎呀，连独立值班的资格都没有。
唯一能上手的机会，还会因为患者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拒绝他们看病而被毁掉。所以这社会的代价呀，不是说今天明天就要你还的。要是人人都这么惜命如金，等到了他们子女或者说他们老的时候，是要还债的。小郑比我小不到十岁吧，对吧？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主刀医生了。现在他做一个手术得等多长时间？你看咱们医院评职称，评的是 SCI， 不评做手术，对吧？弄得这帮年轻人现在天天得搞科研，没法做手术啊。以后咱们医院，走，就出博士导，不出做手术。科研是医学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国外也都很重视。我觉得关键不在这儿，关键啊是医患关系的对立和紧张。病人越是防着我们，我们也就越谨慎，怕官司，怕医闹，怕这怕那的。年轻医生最好的发展技术光阴就这么耗掉了。你说在国外哪有七老八十的外科医生？外科医生都很年轻，至少年富力强吧，三四十岁正是吸收最好科技的年纪。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啊，年纪稍微大一点都跟不上。在中国呀，是把西医当中医用了。你说他们也不想一想啊，五六十岁眼花了吧，这手稍微抖吧抖吧，准头也没了。做医生很牛吧？我觉得做医生啊，也得常照照镜子。如果有一两个患者不讲理，我觉得按社会比例来讲，那合情合理。如果要是所有的病患看你都别扭，那一定是这大夫有问题。这种医生咱们医院不是没有，对吧？你说的没错。按说医生这个群体呢，整体的素质应该是优于社会整体素质的。第一，得受过高等教育；第二，他必须是精英。在这个精英团队里，有那么一两个败类，也是符合社会构成比例的。只要在大家眼里，整个群体都是败类，他至少是违反规律的吧？这光拿一放大镜。照着医生，照着患者，解决不了人性问题。你要是指望着全中国人民改变人性、改变医患关系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上下五千年，人性是靠权力和信仰改变的。要改啊，必须改医疗保障制度。你想想吧，如果看病都不花钱，咱们跟患者至少不会因为钱打起来，对吧？是得改，而且得大改。脑袋破了贴个创可贴，脚疼了贴一块狗皮膏药，肯定是治标不治本。富美人这么年轻，孩子还那么小，感觉怎么样，霍医生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这正常吗？你是什么都看不见，还是有光感啊？好像有点光，但是看不清你的脸。哎，这是几？什么？这是几？看得见我手吗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上去给我补了两手，我觉得他补多了，那个地儿离视神经太近了。有光吗？感觉不到。这边呢？这边也感觉不到。
手感，知道吗？手感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是，今天要不是我发现的及时，你可以闯大祸了。霍医生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想。